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分享个过年凉菜口水鸡，真好吃。准备几份一个？先洗一盘菜，最好选用子公鸡喂哈，比较嫩，容易酥哈。先去掉籽坑，再打通经络，脚板伸进肚子，先切点老姜葱段，再来点半根香叶、花椒，三颗黄子肉上色。阿公，点火，要打开盖。放入香料，先把水烧开，水开要下入鸡味，要讲究三进三出，先进，再出来，再进，再出来，这样就能把这个皮子不破，煮出来好看。现在把这个水四开飞开的感觉，慢慢把它浸出。煮鸡味的时候呢，调个料的，粗海椒面、细海椒面、花椒面、白芝麻、椒油，七成油温椒油，再来点小米呢，蒜末，少一点的醋，生抽，白糖，再来点猪脊的原汤，好转不用。轻松菜都没得血水出来了，就这么输了。这个时间跟你们的火来而定啊，不能煮久了哈，捞出来没用。迅速放入冰水中浸泡，热胀冷缩，这样吃起肉就比较紧实。浸泡二十分钟后开始盖刀，好看的腿腿做面子哈，再浇上口水料汁，再铺上一点花生碎，就是点睛之笔哈，适量的葱花，再点缀香菜即可，这样一份爽口的过年凉菜口水鸡送给大家。来哟，请哦，不要点黑盖。啥子哦？没得口水的口水鸡吗？上面像个鸡腿。口水鸡。啊，没口水的啊，这个，那口水就不像话了。那口水鸡就不好吃。鸡肉非常的 Q 弹。这就是我们泡了冰水的一个用法，这个颜色好看吗？嗯，会，我觉得好看。煮菜的灵魂就是我蘸水了。白看你嘛，你蘸水好的。我叫白看你，我哪儿就白看你。白看你我蘸的，我只会浇一下。来，我请我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的，小富人请关注我们。我是大伟，我是阿伟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个拜。